这能活到老学到老，但是我们改天再做一个专题来报告，再请我们刘教授来做专题报告。我再介绍几个来宾哦，中华纳税义务协会的理事长孙理事长约翰博士，来站起来，也是一个党主席啊。纺酸烫协会的肖老师，肖永昌老师啊，可能在外面啊。那个刚刚还看到邵主席哦，可能在外面啊。现在呢，休息一刻的时间，大家在外面用一些点心。如果想跟里面要照得像，利用时间呢，跟我这个世界第三名照得像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弟兄，现在休息，喝个茶或者咖啡，或者点心。